助，结果去看到那些留言才发现，其实我们都只是在小小的一个圈子里面，那些留言才是真实的生活，现在真实社会人的想法。所以我原本想要写来骂他们，可是后来我发现我写完之后，我好像在骂我自己。所以这首歌叫反省歌。然后我要说什么？哦，对，因为接下来不要吵，等一下可能警察会过来。可是如果大家有看过《二十世纪少年》的话，我想对警察说，正在唱歌的你不能跟他开枪。下一首歌反省歌。来，谢谢。